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简易厨房之健康有型篇》，我是 Jenna。最近天气咁干燥，今日就同大家整一款简单嘅滋润甜品——桂花雪梨桃胶糖水。我哋即刻开始啦！哇，完成啦！望落去真系好似好润啊，等我即刻同大家试下味啦。用咗有平民燕窝之称嘅桃胶，唔单止可以美颜抗氧化，而且雪梨同桂花有助润肺解燥，秋冬天气食用咧就够晒滋润啦。最近天气搞到喉咙干，皮肤又缺水，大家就可以试下整呢款滋润糖水啦。Yoo-hoo！